大家好，我叫施无赦，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吧。哎，无知、无觉、无能力，口号徒弟叶家师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元宵节到，消消消，未去天堂，去地狱。一不小心见无善，各位大德，请谅解，请理解，这当时也是写给口号徒弟。但一不小心见无善，我把它修改一下，不要一不小心见阎王啊，因为我不是阎王。我要奖励他们，提醒他们，为什么讲口号徒弟？有法名。所以我这一生啊，不是说喜欢不喜欢，收那么多徒弟干啥呢？脚下一个女人，她生了太多的孩子，她要有能力去教育他们，要负责任，独立赶快。过了端午，过中秋，过完中秋就过年。过元宵，笑笑笑，往哪走？奉劝所有的大德，请你夜半人静的时候，好好想想，你这一生到底干什么？无知、无觉、无能力，口号徒弟叶家师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元宵节到，笑笑笑。未去天堂，去地狱。一不小心，见阎王，徒弟们是见无赦，好吗？我们下一回再聊。阿弥陀佛。